西川，来，正常麻将打，好。可吃可碰啊，天听你就举手，好，拥有 double。哦，好。目前还没有发生啊。对，但你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说，嘿，我天听这样。来，你开门牌，你庄家。决战北风北，到底鱼如能不能带走17800呢？我们先看一下鱼如的牌。好，奶神的牌。OK。鱼如，你可以出菜了。好，一桶。右手。一饼哦。好。啊，这个牌不好啊。9条。9条。哇，一饼。又一饼。7条。5万。哎呀，跟你打一比。嗯。7饼。碰。啊！不要走远路，5饼。也不吃。4饼。Yes。3万。3万。打5万要3万。不要。哎呀。8饼。怎么了？要拿来！怎么这么快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太快了吧！真的假的啦？哎呀！哇，真的！哇！哇！麻将协会，我都没有金牌啊！哇！麻将协教，我当年也是被这样伤的，我才刚听呢。对啊，哪个刚听？你摸8饼，我都没有进什么牌啊！你才倒下来，他牌还很乱，很乱都没有进牌。对，你看筒子都散的，都不是他要的。对啊，我才把不要的打掉而已。我有3条，我觉得我怎么可能？太快了吧！哪个在？都吓到，全部时间都不够啊！再一次，我们要聊5分钟吗？很满意，他先走。我们要聊，我没有送钱。OK， 我先走。